五日节有真侪所在拢特别举办着庆祝活动。伫岛内个南庆宫，今年是头一摆举办予民众来出五日节活动，所以一透早就已经有真侪人摕着大大细细罐仔来排队参加。而且五日节是饮着地方上个天然泉水，予民众来使用，相当个特别。除此以外，也阁会当将菖蒲甲茎草摕倒来厝内辟邪。而且伫咧庙内所举办的徛人甲浮水针的体验，嘛互民众大家是算甲笑下开啊。伫端午节五时即阵，使用五时水已经是东方流传真久的风俗传统，相传会当保平安。因此，到了南信宫，自去年发现地方上有天然涌泉，也特别引水伫庙内起九龙池，今年头一次开放给民众使用五时水。然后把漏斗直接装在瓶子上面，然后接取这个我们龙口喷出来的水。会不会用湿啊？湿也没关系啊，这样好福气啊。大家今天来求什么？平安。小五十岁哈。对。以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？第一次。第一次哦。哎，好好玩的。五时住在起十一点到下晡一点，因厝民众都要把握这两点钟时间使用五时水。庙方今年开放300个庙，也让民众参加。有人是挂着大大细细罐仔，小心装水，希望求一个平安回去。南圣宫呢，这是第一次哦举办这个取龙水，因为这个龙水哦得来不易，也是在我们一年多之前才发现的，这也是传承我们中国古文化，南宫出五时水来保平安，甚至南宫啊出五时水来沐浴的话，来保身体的健康，希望呢带给大家有一个未来美好的一年。讲到端午节的庆祝风俗，不免也体验一个徛鸡卵甲浮水针的活动，感受过一个趣味。很新奇哦！妹妹，妹妹，你立起来嘞！好玩，好玩。以前有体验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们今天也有准备，除了那个取浮湿水呢，我们有准备给大家体验一下，说端午节的立蛋，还有那个真的浮在水面上。另外，我们还有送我们那个菖蒲跟艾草。让大家带回去挂在我们门口保平安。除了蒸五时水保平安，庙方也大心准备外草甲菖蒲，让民众提回去会当挂伫自家门口净化，让所来一年拢平安顺遂。记者陈伟，差不多。